快要大人，我们回去吧。若君上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强夺人妻，微臣不得不以下犯上，以正君王之道。哎，等等等等！二位大人，没想到小女子竟有如此殊荣，让二位大人欠我这个香饽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二位大人没有必要为了小女子闹得不可收拾，更何况我又不是一个物件，你们也要问问我的意见嘛。小欢，晴川大人，其实我一直喜欢的是狐妖大人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喜欢上了他，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我们俩已经认识了很久，所以我不想骗自己了，我一定要和他回他的寝宫，我一定要和他回去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所以晴川大人，你我儿时的婚约就此作废吧。狐妖大人，我们回去吧。大人，您的手可不能再抖了。站过去，消肚子，坐下消肿，微笑，抬脚，保持别动，动了我就吃了。快好了吗？快了。求你再快一点。好了。我腿怎么动不了了？此话送你了。之前那副用得着我呀？就这样，万一哪天不知道又跟什么人跑了，大人我记不住你的样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敢了。好吧，